凡奇茉莉，从全海水的海沟抓回来放，已经三个礼拜了，因为我是抽地下水下去啦，所以而且之前水族箱已经很久没整理了，水还蛮脏的，拍不太清楚。上面放的是水浮藻，一些水草。这看不清楚了，但隐隐约约可以看得到鱼群吧。已经三个礼拜了，然后注意看哦，上面这边很多的小鱼都已经生出来了，一群的小鱼，有好几群啊。不好意思哈，水族箱没整理，真的看不清楚，拍不清楚了。但是小鱼应该还看得到吧？小鱼都躲在这个水草的根里面。里面放的大概存活率90%吧，从全海水到全淡水地下水，因为水比较脏，还不清楚。